我是亚洲研究项目一年级新生，来自中国。每个周的周二和周三，我都会准时到教授的办公室报到，和他一起聊天、探讨、工作、学习。对所有的学生来说，写论文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不用发愁，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写作服务指导。欢迎来到乔治城。